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打的是黑历史地狱级，那我也是挑战三成就，然后用一下神族，用一下这只。好，就这个队伍了，上。好，不知道会不会过，我们去洗个技能。哇，这么痛啊！没洗到，我没洗到。哇！这队不知道能不能过。吹新珠，啊，吹水珠，水珠有了。其实这关你可以洗技能啊，你只要不缺新珠就可以了。哎呦哎呦，我在洗衣服，有那个运转的声音。有点吵，等一下。OK， 好，这一关我不要怕这一关啦、啊。五回合。OK， 应该希望可以一直带走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啊，没，我又没转头。没神珠。没水珠，讲错了。啊，在干嘛？怎么疫情这样就转不好？没转到。哇，今天转珠很不顺啊！就我用手转比较厉害，千多。这个，这应该直接破。不像没什么水珠破不太了，一二三四五，那写不到多少，不知道打不打过。我们等下一回合，看有没有多一点新珠。很好，这样没有。好了，看能不能拼过。应该很难。哇，16000，拜托啊，直接破啊！太好太好，吓死我了。没新珠，
出个技能。OK。因为我黑帝斯已经有，已经练满了，很久之前就练满了。他打不到这么痛哎、欸。好，我先测试一下他打痛不痛。哦，还好，可以稍微洗一些些。不过不能洗太多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心点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为什么飘过去？好，衣服洗好了。然后吕布了，我觉得最难是吕布这里，好痛哦，这双脚，啊！那我们就尽量攻击他吧。这个，哎呦，我刚晃神了。我确定要消几个新珠才会回血会回复。两个，哦，两个够。哦，因为我有那个道魔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因为道魔的回复力还蛮高的。有没有？一下补一万多了。啊，那这个队伍在打吕布的时候不用太担心啊。嗯，意外发现，就怕前面的爆发力不太足而已。OK， 应该过了。这样撑过一集吗？对全体敌人 ，OK， 一回合内达成四连击，恢复2万滴血，反之所有成员攻击2倍。反之，所以我们要达成五连击，就是攻击2倍吗？那意思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没什么新珠哎，我这样开啊，水珠啊，完蛋了。算了，新开不知道会不会过哎、欸，不过这个队伍是 OK 的啦，应该是 OK 的吧？来喽！还有没有装好？完了，六康波坑打不死的。好，这样就好。如果可以撑过一集，应该是可以过。哦，有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应该3成就吧。好啦，这个影片只是为了看，为了跟大家讲说一次解3成就的队伍。这个队伍应该没有很难吧？应该大家都有这些卡片吧？有3成就吗？看一下。好，有3成就。奖赏是号角手加拉尔。好，这是这个。